我叫苏冉冉，是 Summer 游戏公司的实习生。身边的这位，这家公司从来不管事的老板，而我来这里实习的目的就是他。他什么事儿？今晚零点，金星交汇在双子座逆行，其力量是让人一起就擒。怎么和我长得一样？你谁啊？我们一时无话了。启航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那我们还能是朋友吗？不是，是你朋友。冉冉不是我妹妹，她是我妹妹。分手，在不伤害冉冉的前提下分手。我会想你的。你喜欢冉冉？没错，我也喜欢冉冉。我先声明，我是不会让步的。正好，我也是。OK 啊，各凭本事嘛。夏天即将结束，可我们的故事却没有再见。